我看到张景思在地洞里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我也看到张景思在地洞里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在旁边图书馆读书，你在旁边玩萝卜蹲。还是确认一下吧，那个是不是看错了？如果我看错，你送我十个订阅。那投我吧，投我吧。哇，快哦，很快哦！我也想问你哎，哪里？无尘室门一打开，那你怎么过来的？我直接、不是我先进的吗？我先进去解火箭任务，然后你们一起进去，灯关了，然后我进去看到你在量身高体重，可是我没有开门，我去检查厕所的洞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开门，虽然说听起来很荒谬。不是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所以你是从左边过来的。对，我基本上就是跟在你们屁股后面，然后去火箭房解的。啊，车哥在我前面啊，他怎么？我量身高体重他就倒了。OK， 人死在右上角无尘室，然后他是死在下面的那个门，就是一走进去无尘室。就看到 report 灯，但他人是死在门上。通道的意思吗？几乎快要碰到通道了。然后我认这刀应该是从下面上来的人，比较有机会，因为我在做身高体重的时候是没有听到开门声的。蓝色咖啡发电不太可能。咖啡的发电，对。那我可以保蓝色，因为我摸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在关心。然后我黑色我是第一个走的。那 KYO 我大哥啊，白给位他不打。啊，白色、粉色嘞。我开场是往岩浆，然后进 admin 室，才刚要从 admin 的左边走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排尸体的。白色嘞。白色开场装油，然后装出来的时候就停电，我马上去修电。修电的时候看到青色跟绿色。没有看到你进。哦，有，我有看到。阿耿，你这个有点危险啊，沙粉。阿耿。我跟长老板。这场你是我大哥啊！我刚心脏扑通扑通跳，看到你我吓死了，但我竟然还活着。完蛋，黑警，黑警！我跟定你了。跟着大锅走，都给他开门好了。懒猫刚刚那个拍可以让他好吧？算好，吉祥懒猫，不可。哦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哇，全部都在这里啊！我看到张景思在地洞里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我也看到张景思在地洞里，还是我们俩是疯啦？有可能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可能不可能？我刚刚我在旁边图书馆读书，你在旁边玩萝卜蹲，坏，还是他地板没修好？还是确认一下吧，那个是不是看错了？如果我看错，你送我十个订阅。那投我吧，投我吧。你可以学小叶叶啊，小叶叶说如果不是我，就给我五个订阅，然后他只给了一个。
可嘉。不是旁边超多人的，他怎么会在那边跳啦？而且他刚刚是出来，然后又再进去，我真的是觉得爆好笑了。我一看他的 ID 突然出现在洞上，靠近的时候又在扑通。他同伴是谁？应该要哭了。在哪？黑色的身高体重啊！吉祥跟猪猪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吗？危险危险！要吗？里面很多人呢。我只有看到你们出来，那有其他人吗？你说医疗室，他在身高体重上死掉的。吉祥是的，谁？小五啊。怎么安全？哎，我这边跟小五不是双狼了吧？这边双的哦。少两个人。反正少两个了，然后黑色的在身高体重，抽死了，对啊，怎么办？你们看演戏啊？小五前十秒一个我在那边掉，对啊，我去登录超，然后我下去我就看到小五，我去那个急任务那边，然后大锅拍尸体他就死了、欸。第一个，我跟 KYO 从医疗室出来，我没看到尸体，我至少灯没亮，那时候是关键。你们有去检查身高体重的吗？没有啊，天黑我们就盯那个身高体重。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天黑的时候，那个 KYO 跟吉祥站在那个正对着望远镜的下面的正中间，因为我过去的时候我看到蓝猫。我想贴好了，你要出他先出我，所以他一定贴好了。先出他就先出你。我这一颗头全程保懒猫，因为我刚刚进下午城市，然后在那之前我看过那个医疗室。那懒猫出谁 ？KYO， 有人出我啦。你不是说先出吉祥，先出你吗？你好呀，投票啊！大哥怎么被票走了？不是，我是根据他说的哦、喔。结束。蓝猫，你是狗哎、欸！好扯哦、喔，蓝猫你是梦到吗？没有啊，我在打原神，怎么了？他人品太差、喔。为什么 KYO 是鬼啊？沙哥很怪，沙哥在玩地斗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们这边玩的不是说什么要先出他，先出我，一定会出那个人吗？对啊，他这么想出。然后还有一句。不是，还有一句说那个什么投我没关系，一定出去。我看到你们无尘室开门了，然后想说你正常开门不是会直接往上面走吗？没有，我们会看一下那个地方。直接通灵大战哎、欸！没有通灵哦，他就难得可以投他，难得可以投他，玩不玩就出去。